第十三题，纯粹发现洗手台的水龙头稳定地滴出水滴，每次一滴。 他想测量每一次漏出一滴水的体积，在他手边刚好有十毫升量筒，初步判断一滴水的体积不到一毫升，因此他采用下列哪一种方法测量一滴水的体积较适当？这就是老师上课讲过的一种求平均值的方法。那一张纸的厚度不容易求，那我们就取一百张纸，量了厚度之后呢，再除以一百。 就得到了一张纸的厚度，那么这边也是一样。那么一滴水呢不好求，那我们就取很多滴水，然后再去除以这么多滴的滴数，那就得到它的体积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因此它采用下列哪一种方法测量一滴水的体积较适当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将十滴水滴入十毫升量桶中。 读取量筒中水的体积，再将数值除以十，算出一滴水的体积。